志亮店长，接下来你觉得我们要为这些毛小孩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第一件事，你们不如就开始帮他们洗澡吧。帮他们洗澡。洗澡。嗯。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帮活蹦乱跳的毛小孩洗蓬蓬喽。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，帮毛小孩洗澡可是个震撼教育哦。首次挑战帮毛小孩洗澡的两人，到底会搞出什么乌龙嘞？好，乖乖。好，好，好，小心。好，这边有，这边有个吸水槽。嗯，好，这里。因为我们有时候怕狗狗会跑掉，所以我们会用这个线，这样可以好，绕过它的脚。嗯，好，这样洗澡前，我们要先帮它挤肛门线。肛门线，肛门线，挤成肛门线。你有挤过肛门线吗？我没有啊。我也没有挤过，可是人家说洗狗都要挤肛门线，那这样好了，让我们先来互挤。啊？练习一下，你挤我，我挤你。你在做什么啦？我们两个怎么互挤肛门线的？是我没有挤过，你也没挤过啊。练习一下啊！挤肛门线是要以感情为基础来出发的嘛？我对你现在太突然了。我想说我们已经有半年了，应该是那个根本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我问你要干嘛？江江，哎呦，谷歌大神，肛门线的挤法。准备好二到三张卫生纸，并对折好。菊花中心大约在4点钟及8点钟方向。就是大部分毛小孩们肛门线的位置，确认好施力点后，就可以用对折好的卫生纸盖住毛小孩菊花周边的施力点，挤压了。记住要先向内压，再往外挤出来。如果肛门线液太多的话，小心会喷溅出来哦。如果位置正确的话，就能挤出黄黄又超臭的肛门线液咯。操作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啾咪。我觉得这顾客大神太主观，他刚才有说啾咪，你听到吗？有啊，为什么要啾咪啊？不晓得他觉得很可爱吧？他装可爱哦。4点钟到8点钟的方向这样子嘛 ？OK， 嗯。因为呢，现在还不到4点钟，所以我们要再等3个小时才。不是啊，是时钟4点到8点的那个位置。哦，这个角度是吧？对。好，那这样子好不好？我们来分工合作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你抱着他，然后我来帮他挤肛门线，好不好？我抱着他。对，还是我抱他，你来帮他挤肛门线。还是说我们抱他自己可不看可不可以挤得到肛门线？好，对不起，好了，我娃娃是因为害怕，所以语无伦次的。好，我抱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要挤肛门线吗？哎呀，拍谁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就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要准备面纸。对对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他说还怕会溅到身上。对啊！哎啊！你拐拐啊！这是这样子，不好意思。那你到底会不会啊，五哥？不是，他的尾巴一直盖着他的肛门，很奇怪。那你可不可以叫？哎，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？你把你的尾巴先拿起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4点到8点是不是？对，4点到8点，你知道吗？是这边吧，哈。五哥，你行不行啊？五哥，小心真的。五哥不要了啦。是这样挤吗？五哥，人家是用一只手。这里几只手先讲好。我觉得是用一手，我觉得你要不要用专业？来，我们请教一下。好，专业的来啦。你这样子这样不行，因为你知道狗狗万一这样弄不好的话。因为我们是顾虑到狗狗的安全，请问它真的是像刚刚五哥大神讲的一样，4点钟到8点钟的方向吗？对，一只手握着尾巴，然后两只手这样推。没有啊。他可能之前有挤过，没有啊？有哎，从这边挤出来。好，那有哎，让我来试试看吗？可以啊。那我来试试看啊。那你擦擦手，好不好？我这边要轻轻的。五哥，你真的可以吗？我应该可以吧。五哥，我真的觉得你不要闹哎，你知道这个肛门线如果没有挤好的话，这个狗狗它这肛门线会发炎哎，而且他们会很痛。五哥，我真的觉得 OK。刚才那个。看他有分一点出来，你闻看。啊！我不要！好了，我们。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因为照顾毛小孩的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。是。养了他就要好好照顾。好。养了他就好好照顾他。那我们先赶快帮他洗。哎，方便吗？可以。这水好像可以哦。对，我先试试看。你先试试看。哦。哎，可是他这样子是对的吗？那水会是出来，是他要整个人进去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季是这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好。去油去污，好，你乖。那先搓泡沫，好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样子那个搓。乖。这样子吗？然后去油去污，哇，有。要轻轻的帮他。有没有很湿乎？帮他
按摩。发现花花帮毛小孩洗澡是好温柔，应该很多人会期待当那个毛小孩。第一次洗澡就可以冲掉，好冲掉，好，我们先冲掉来。好，这水温可以来。好来。哎呀，贝果怎么那么乖呀？其实啊，我觉得啊。好，来，大家喜欢养宠物，就是像我刚刚在洗的时候，就想到小时候帮我儿子小时候洗澡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还记得哦，五哥？当然记得，当然记得啊。嗯，好，要不站起来冲一下？好。好，小腹这边，哇，你的胸部这边好可爱哟。好了好了，我觉得已经没有泡泡了吧？好，那第二步是洗香，洗香香这个嘛？洗香香，哇，这就是你们说的洗香香。对对对对。OK， 那他再搓它。哦，乖乖，怎么会洗三道啊？我想说一道就可以。你平常洗澡都不洗太冒昧，你平常洗澡都洗几道？就洗一次就好啦。那五哥你也会洗这么多次吗？我都洗三道，我也会洗香香。那你要全身润湿吗？全身是没有，毛已经不多了。我只润毛，只要润湿就好，可以了。你有笑，有必要笑这么开心吗？你听到一个大叔认识你就很开心。不是，那五哥你洗澡一定洗很久哦。你还要看是一个人还是来？好了，哇现在被我好香哦。对呀，来先给来先冲水。啊。第二道是洗香香，如果他没有皮肤病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帮他洗香香。OK。那当然说，如果说这个毛小孩有一些皮肤病的话，在这道工序之前，你可以先帮他把皮肤病的一些药水洗进去。那因为他很 OK， 所以我们直接帮他洗香香就好了。哇，真看不出来啊，华华竟然如此人大心细，帮毛小孩洗起澡来是如此得心应手呢。还有啊，有一件事情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在家千万不要帮毛小孩们乱挤肛门腺哦。有些事情啊，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。帮贝果宝贝吹完毛之后，还会有什么样的体验等着五花教主呢？哇塞，总算把它洗干净，洗香香了哈！洗完了，店长，我们洗完了耶！哎、店长，哇，你好贴心，店长在帮我们准备午餐是不是？不是哎，这个是狗狗的零食哎。啊？我们在制作狗狗的零食。狗狗的零食用更好的鸡肉啊？鸡胸肉。对对。哦，你乖，还没有做好，还没好，你先往旁边。基本上啊，这些鸡肉就是已经稍稍退冰了，那就麻烦两位，就是把它切片，薄切是不是？薄切，对。其实我知道花花她的厨艺一直很精湛，她一直想要把自己厨艺更上一层楼。傅培梅，狗界的傅培梅。那就麻烦您了，就叫我弄啊。对对，也不是，就是请你来为我们展示一下怎么去薄切吧。嗯。那个培梅。所以那我现在来了，那就麻烦，我就陪助理去旁边喽。好，我一个人。OK， 好，待会儿过来接你啊。你们都走。好啊，五哥每次都很奸诈，到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就把这些烂摊子丢给我。没关系，不要在背后讲。五哥，你不是走了吗？五哥是那种人吗？五哥会一看到美丽的助理就跟着他去。你是？就赶快切薄切。薄切哦，小心切到手哦。不过还好，你的手指一共有十。哎，啊，现在这个是要把它平铺在这上面来。那我来切好了，你来铺。不过说实在，他们这也蛮有诚意的，他们真的用蛮新鲜的鸡肉来去把它经过一次一次的这个工序，把它做成狗狗的零食。嗯。OK， 那花花你也不用觉得你要太辛苦，我也不希望你太累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说呢？你也看到前面这一盆吗？有啊。就是你把这盆切完了，就 OK 了。这很多哎，来换我来。你来吧，你确定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你这个还没切完哎。这一般碎肉狗狗不喜欢吃，而且我怕切到手。五哥，这应该是给恐龙吃的吧？太大一块。这会太大块啊！其实我们镜头可以往下拍，其实看到有一些就是比较饥饿的猫小孩已经在这附近在等待了。他是你的忠实观众，他一直在看着你耶。是吗？嗯，他是你的粉丝。那欢迎收看《女人要有钱是五花教主》哦。我这边切的，我手都快要切到了。你刚才什么？我跟他聊天。受够你了。没关系啦，等一这根本不行用啊，五哥。五哥啊，
我们这边没有养恐龙啊，你切这么大块是要给谁吃啦吼？这样我只好麻烦当家花大耳花花多担待一点了，抢救一下五哥切的恐龙 size 肉块。花花在抢救鸡肉的同时，五哥，你又跑去哪里偷懒了？哎，那个五哥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了。很明显的，它是一坨排泄物。我想知道它到底是谁的排泄物。这是谁的？你的？是不是你的？你个子那么小，可以大这么多。OK， 我们饲主遇到毛小孩排泄物呢，我们还是要不厌其烦的把它清干净。现在呢，小弟谢祖武就要为我们的毛小孩清这一坨看起来很健康的排泄物，这叫迅雷不及掩耳，免大家视觉上面有一点点小的障碍。我要拿去冲掉它。切这两块真的好累哦。腰好酸，你是不是在抱怨？抱怨？我没有啊。一个宠物保姆就是要牺牲奉献的心情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呀，对呀。花花知道，因为你是时尚教主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个新的古龙水，你帮我闻一下味道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味道怎么样？五哥怎么有屎的味道啊？你刚为什么上厕所不洗手？你这很脏哎。这不是我的，刚才你在切鸡肉的时候，我去清大便、清尿，就是这味道。好了啦，那你去，难怪五哥我一闻就提神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而且你整个人现在变得好帅哦，可能身上有屎味的关系。你不看那一坨有多大吗？多大啊？跟你脸一样大啊！怎么这么大？好了，不要闹了。来，店长助理你好。来这样子。两位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两位保姆今天对对对做的如何？啊，我还好。你要不要闻一下我的新的古龙水的味道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不崇尚时尚。这是花花刚才切的鸡肉片，你帮我们品鉴一下，到底 O 不 OK， 及不及格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以初次当保姆来讲，已经相当 OK， 很好。其实已经相当 OK， 那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所以那店长助理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对，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一些拿去烘，拿去烘，对，拿去烘制，然后再要烘制十小时之后，才可以给他们享用。十小时，十小时，久哦。对，因为就是要充分的脱水烘干。好，那我们照顾他们健康的对是？对啊，拿去烘干吧。好，谢谢。走喽，走喽。好吃吗？握手，握手，啊！换手，好，再赏你一个，换手，握手，点头，抬脚，好聪明哦！来，给你吃。他会不高兴，他这次真的很聪明、哦欸。他很聪明哎，好厉害哦！哎、欸，他可以吃，他可以，他已经吃两片，他还可以再继续吃。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，还可以吗？应该可以继续吃嘛？对，应该可以。那你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哇塞！哦，握手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聪明，换手。哦，来。好像只有花花会一样，其实我也会。花花在这边好不好？好啊。你喂他、嗯，那我要找我自己的 partner， 好、啊、我要去喂一下。好啊，再见，五哥，拜拜。好，你们乖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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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真的好吃。不然哦。五哥，你干嘛？我不是叫你喂狗吗？你怎么自己吃的这么开心啊？对不起，我真的太饿了。但真的很好吃，你要不要吃一口看看？真的吗？哎，不是嘛，我是叫你喂他们呢。好，喂狗狗，喂狗狗，你放心，我会喂你，我正在喂你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你好好喂哦，我待会回来检查哦，不要再自己吃了。我知道，好，那我去忙了哦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一人一半，你也有 ，OK。这狗零食还真蛮好吃的，比我平常吃的零食都好吃。有空我个人可以来这边住一下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没有，